好吧，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、B 哈都不为零，那么要化简这个。好，我们看 A 的 ，A 的有多少呢？二乘以三，它加多少？这里是负二。再看那个 B 的部分，三乘以负三，它加多少？加十啊。我用指数比较很有方便，所以这 A 的多少呢？六减二，这四次方呢，乘以多少 ？B 的多少？负九加十，一，所以这就是答案。